今天一早起，旺财就一直拉肚子。旺财啊，你还欠我六个铜钱煎饼，七个元宝蛋糕，你千万不能弃我而去啊！我还没死呢。哎呀，财宝，你就知道吃。旺财，你也是，又是嘴巴惹祸了吧？冤枉啊！我就昨晚去对面酒楼吃了个饭。对面酒楼呀，我刚刚听人说他们家好像是卫生出了问题，今天都没开门营业。这不会吧，酒店的刘老板是个老实人，我天天吃他们家的烧饼，从来没吃坏过。那可难说，你看看我，这不就中招了吗？自作自受，你是自作自受。各位早。刘老板，你这是？哎，我这酒楼开不下去了，我是来跟大家辞行的。刘老板，这是何必？刘老板，虽然我很同情你的境遇，但我还是想说一句，自作自受啊！你在说什么啊，旺财？经营酒楼卫生第一，有哪个客人愿意吃完饭就拉肚子啊？哎，人人都说我的酒楼卫生有问题，看来我也只能把它卖给五爷了。哎，又是五爷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，百威？非爷，不过我认为刘老板并非恶人，也许……也许什么？你说他不是恶人，百威，你可不能帮他啊！他咎由自取，为了我肚子今天遭的罪，我坚决反对，全身上下都反对。飞爷，随我来。啊！绑架！早去早回，早去早回。这一路上大家都在议论，你还不信？你看，都让衙门给封上了。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，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信。五爷的计策真是妙，果然谣言最管用，酒楼马上就是五爷的了，那点转让费简直就是白送了。来，看我旺财的秒杀绝技。这才叫秒杀绝技。怎么只有你？百威给刘老板送银子去了，旺财嘛。我回来了。哇，有好吃的。这烧饼啊，一天不吃就不舒服。来来，大家都尝尝。啊，真香，我也要吃。哎呦，我的肚子！啊，难道酒楼的食物还有问题？才不是！昨晚旺财敞着衣服睡在堂屋了，照凉说都不拉肚子才怪。哎呀，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！哎呀，这么说，香喷喷的烧饼只能我们吃了。百威、财宝，你们怎么看？嗯，这就叫做自作自受，自作自受。